说太早，还是跟蟑螂，我才不要嘞！哦，你们好恶心哦！你们不要再讲了，有画面，恶心呢！你们很恶心呢！呀啥，伤害够，好，洗一下技能哦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次一定要过，这次一定要过，过过过过。不能再做效果了哈。哎，好像有点打，有点痛哎。等下这样会不会他就死啦？啊，真的死哎！哇，好大力哦。有蟑螂，卖底下骗。等一下哦，这边我觉得可以先他行动值下一关一二有办法变身吗？来得及吗？下一关，哎，不行哎，这一关要先再洗一次，这一关要再洗一回合。为什么说要洗技能的时候就转得这么漂亮啊？石头在这，OK。昨天起床，发现蟑螂在咬我小指，咬一个小孔，再咬个蟑螂。哎、欸，你们很恶心，什么穿着脏沾满什么，恶心恶心，你们真的很恶心，不要再讲了，很恐怖，你们都抓准我的弱点在攻击我，可恶啊！不要被我抓到你们弱点哦，哈、哦，气死我了。OK， 好，然后这边，对，我刚刚就是这边稍微有点更新啊，这边啊，这样，哎，又一个手转九，谢谢，我还天降一串木，伤害应该是够了，哦呦，哦呦，哎，原来在这一关的伤害真的是有落差的，哎。要有画面了，大家继续讲。你不讲，没人知道你的弱点。大家都说我怕蟑螂，把它精华都剪多久出来了？以前的那一部哎、欸。好，这边哎、欸，这边留意啊，不能再死小怪了，死小怪真的很好笑。等一下，讲是这样讲啦，这个技能应该他现在一批是八哦。要不要再洗一下？应该不用吧。老九，我等下就后悔了，有没有？八还要再洗吗？下一关是那个重置啊，但是如果你带这种 EP 值的，不用怕，这边只是重置，还不是超级重置哈。积木虫，等下，好好好好，这边会重置啊，但是如果你带的是这个，就比较不用怕。因为它不是现在的那一种超级重置，它只是一般的重置这样子。好啊，这边越战越强，越战越强哦。好，先转一波再说了啦。我觉得好像又在作死的感觉，天降暗。哎、欸，还真的有，哎、欸、哎，随、欸、便喊随便有呢哦。哎、欸，可是伤害，这伤害够吗？这个应该够吧？场上攻击出这么多、欸，哎，这个不够就太没天理了。够吧？这个，哦吼吼吼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要解成就没有蛇夫，那就用别的木队解。好，这个是要木珠的拼图盾哦，木珠的哦，木珠的。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它的防御有640万哦。好，这边稍微再洗一下，哎、欸，龙科也好了，它 EP 值10哦，再洗一回合好了。希望我等一下不会因为这一回合而后悔。好，来，
这边我想一下，要开石头嘛？哎，石头被拉好远哦。呵 ，OK， 旗子制造商又来了，旗子制造商。好，这边强化，然后，这边要怎么开招？我思考一下啊。现在 EP 值是满的，对不对？对 ，EP 值是满的，所以等一下代表我们可以开第一招加第二招，然后，王二比较麻烦是水珠的问题啊，如果没有水珠的问题，其实还好。我有一个九康哎，好好好 ，OK OK OK OK， 然后水珠哎，他不，干你老师，不能消到水哦，不能消水。这样水还有很多吗？也还好。只是我要怎么去把它区隔开来的问题而已。那这边决定开剪刀吗？用剪刀好了。好，应该可以过吧。哎，都已经走到这地步了，不要跟进，不要跟进，不要跟进！你们不要乌鸦嘴，你们不要乌鸦嘴，没有没有没有跟进这回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拒绝哦，拒绝跟进哦，拒绝哦。OK 呀，好好，猎人两卡击败了。披萨门天吼，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